复吸球，他爸不复，你咋呼个屁呀？你咋呼个鸟啊？你咋呼？你那20来个人喊来了，你怎么着啊？在德州就你那点屁关系，你在我们面前，你连个钢毛都比不上，你轮不着你爸不复，你算个毛？爸不复，你看着啊，德州地区啊，我们要最起码去个100-200个战友，这个看看爸不复他到底能在美国他有多大的权力，谁是他的后台？要把这个杀了，把那个遣返的，他比川普总统还厉害呢！哇塞，太厉害了！我们得去依法会会他。我们只要去找他的人，我们一定都不会撤啊！但这一波没弄完以前，咱千万别再弄新的。春风没事儿，现在又回急诊室了，在急救室呢。这法治基金的、法治社会的战友都在那儿值班，照顾着春风啊。水果送的春风都吃不完了，好吃的啊。但是现在身体不行啊，吃不下去啊。熊宪民雇凶打人，律师团队周末全面工作。明天啊，警察申请法庭令去抓人啊。这回你惹大了。